吗？我到底在东西选择吧。到底选择哪个呢？德国第一部队。一天吗？两天吧。住一晚。我想开车就开车了。下次。都有住一晚的。在台南住。选择德国第一部队哪个？就去吧。台南也不远的。你瞧，西安，就是，我们直接绕宜兰上海。现在时间是9:20，那谢谢各位记者媒体朋友出席今天的记者会，这样声音 OK 吗？谢谢。好，那我是今天记者会的主持人，经济民族联合研究员许冠哲，那同时也是今天记者会的主持人。那今天记者会同场出席的包括经济民族联合智库召集人赖中强律师，以及台湾公民阵线活动部主任罗伊主任，以及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孙友仁秘书长。那今天召开这场记者会的目的，我想大家已经非常的清楚。这个礼拜五会是318运动8周年的时间。那在8年前，在众多公民团体以及数十万群众的抗议声下，台湾公民挡下了两岸服贸协议，成功挡下了这个中国利用服贸协议进到渗透到台湾民生、零售业各种行业的情形。但是中资在马政府时期发布的行政命令，或者假借港外资名义的情况的各种漏洞下，依然持续的走后门的啃食台湾经济的自主性。那我想最明显的案例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由中国腾讯掌控的虾皮，在台湾已经成为最大的电子支付业者。那不仅掌控了数百万国人的个资，每天经手的这个代理收付款项是高达数十亿元。那近期在去年暑假起，我们更看到虾皮透过实体店面。虾皮店到店的方式跨足到商品的物流业，进到台湾人民的日常生活当中，到现在半年的时间已经高达将近500家的分店，也就是说平均每日2.5家的这个速度在不断的扩张当中。当中国影响力不断的进到台湾大街小巷，我们的国人的日常生活不断的被中国影响力在威胁当中。所以今天召开这场记者会，我们同时要来揭露中国腾讯如何利用虾皮渗透台湾，造成我们把它比喻成有如八爪章鱼一般的国安风险，待会我们会来描述这是什么样的八爪章鱼。那我们今天会要求政府至少要做到针对虾皮的金融纳管，同时我们又宣布本周五晚上6:30会在台湾大学对面新生南路罗斯福路口的虾皮第二店门市，我们要举办一场318运动8周年的晚会，要来诉求当年反服贸，今年拒虾皮。那今天我们也会来具体的说明当年为什么反服贸，以及今天跟虾皮的连结到底是什么。那在记者会正式开始之前，我想我们先谈一个口号来表达今天的诉求，谢谢。虾皮金流立刻纳管，虾皮金流立刻纳管，财委会要速审，财委会要速审，金管会莫放水，金管会莫放水，中国腾讯。中国腾讯，红色虾皮，红色虾皮，当年反服贸，当年反服贸，今日拒虾皮，今日拒虾皮。请问有记者朋友需要补画面吗？再一次。虾皮金流，虾皮金流，立刻纳管，立刻纳管，财委会要速审，财委会要速审，金管会莫放水。金管会莫放水，中国腾讯，中国腾讯，红色虾皮，红色虾皮，当年反服贸，当年反服贸，今日拒虾皮，今日拒虾皮。好，如果还有需要补画面的需要的话，我们最后再来拍一次，这样谢谢。
好，那我们今天记者会正式开始。首先就先邀请新住民主联合智库召集人赖中强律师来为我们说明。利用这个机会，首先呢，我想跟各位说明一下，为什么当年台湾的公民运动挡下了服贸协议，但是中国的服务贸易，仍然络绎不绝于途，那个透过各种这个港资外资的名义，那以及呢，透过马政府时期所发布的行政命令，继续走后门的进入台湾。那这个关键到底是什么？我相信很多朋友很希望了解，那我想跟各位讲，有两个关键。其实呢，如果在美国，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在美国国家安全以及经济安全上是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关键的把关的角色。但是投审会台湾相对的机构就是台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投审会，它的表现却很难令人满意，会造成以上的现象，就是我们挡下了服贸协议，但是中资的服务贸易却仍然可以继续透过马政府的行政命令以及假借港外资的名义来台湾，持续走后门，持续啃食台湾经济自主性。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法规不健全。所谓的法规不健全，就是立法院不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关于中资73条的规定。今明年有提出草案，王定宇委员的草案，但是到现在连一读都没有一读。再来，金管会不修证券投资的行政命令，这是法规不健全。除了法规不健全以外，我们要在这里提出一个质疑，因为投审会目前的官员许多都是蔡炼生、范良栋的旧部属，能否为国家把关不无疑虑？最近为什么这样讲呢？最近把王文渊工总理事长王文渊逼走的工总秘书长蔡炼生，其实呢，他担任投审会执行秘书长达6年。另外一位呢，同样的范良栋担任投审会执行秘书长达5年。非常凑巧的，这两位蔡炼生从公职退休了以后接任工总的秘书长，到今天还是工总的万年秘书长。范良栋从公职退休以后，从2013年接任工商协进会的秘书长，那在前不久才卸任。而且这两个人都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统战组织两岸企业家峰会紫金山峰会的副秘书长。范良栋是副秘书长，蔡炼生也是副秘书长。那这样就造成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理应为台湾国家安全、经济安全把关的投审会官员，却多数是工商界利益团体工总蔡炼生、工商协进会范良栋的旧部属，甚至也是中国统战机构两岸企业家峰会副秘书长蔡炼生、范良栋的旧部属。这样的投审会官员能为台湾国家安全、经济安全把关而不打折吗？我们打了一个问号。虽然范良栋已经从工商协进会离任，但是工商协进会居然还找了投审会前组长朱平担任工商协进会的国内业务处处长，这是有很严重的利益冲突的。我们要求行政院长立刻下令，投审会官员不得与蔡炼生、范良栋、朱平接触，否则如何要求投审会为国家安全把关？如何叫国人放心呢？此外，投审会人手不足，
我们应该要扩大招考补足人力，好，并且稀释蔡连生、范良寿、朱平旧部署所占的比例。我想这个是台湾经济安全、国家安全非常重要的一步。好，那以上是我的说明。谢谢蓝律师，据悉你也为我们描述说，当年这些这种结构性的官僚问题，到至今仍然存留在我们投审会的这个组织结构当中，应该要来去打破。那接下来我们邀请台湾公民阵线活动部主任罗仪来为我们说明刚刚提到的，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把虾皮比喻成八爪章鱼这样子的一只动物。来，有请罗仪主任。好，谢谢。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特别来提到虾皮变成所谓的八爪章鱼呢？那首先就是呢，虾皮它原本它就只是来经营所谓的这个电商网络平台，供卖家、供商家、供买家来去做买卖的一个平台而已。但是呢，虾皮扩张的越来越大，它所占的市场份额到现在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它现在已经变成可以控制商品上下架、控制网络流量、掌握金流与物流这么可怕一个多方位的八爪章鱼。这个章鱼的触手呢，它已经深入了，已经遍布了台湾人平常日常生活各方面所需的这个面向首先呢，虾皮是怎么样扩张的呢？虾皮初期透过中国腾讯与东海集团的财务支持开始以免运费为号召渐渐的、慢慢的成为台湾最大的这个商务平台再来呢虾皮不止在经营这个电商平台它接下来呢，它还推展虾皮钱包的业务，进军电子支付市场，甚至呢，最夸张的是，它还挑战台湾的金融监理的红线，推出虾拼晚点付，实际上呢，它就是一种形式的这个贷款服务呢，它等同是利用庞大电商的金流来利用买卖双方的金流，来让自己成为借贷业者如此明目张胆违法乱纪的行为他根本就不把台湾的金融监管的法规放在眼里并且虾皮在电商平台与电子支付的扩张中这些已经很庞大了，但这个只是中资虾皮渗透台湾的前奏曲而已。近期呢虾皮要积极拓展在各个主要的城市乡镇都可以看到虾皮电到店现在之前阵子有媒体指出虾皮电到店平均一日展店 2.5 间甚至呢加价去赶走原本的这个租客来去做他展店的这个据点而且呢截至是这个昨天我们统计为止虾皮的这个电到店已经快速的展店几乎有400多间的而在主要的地方都可以看到虾皮的红色招牌。虽然虾皮的药店现在只有提供虾皮寄件取件的服务顶多卖一些小零食，但这一切都只是他这些店面开展业务的试水温而已虾皮呢，他在台湾进行一系列的扩张，就是要让自己可以从电商虾皮变成中资大章鱼，变成掌控台湾人食衣住行的八爪章鱼他企图掌控并且垄断攸关台湾民生食衣住行的电商、电子支付以及物流等相关行业我们认为，当虾皮从云端走入街头巷弄之时那便是中国资本渗透台湾、建立滩头堡之日我们希望台湾不可不慎，我们希望消费者跟政府相关单位都可以做好把关，都可以擦亮眼睛看清楚这些资本这些这个品牌背后面的目的。谢谢。好，谢谢罗仪主任。那我想接下来我会进一步的来具体的来针对这两个单位来去提出今天进一步的诉求。首先，我们刚才在记者会最开始的时候已经谈到，虾皮现在是台湾最大的电商，我想这个大家已经是这个接受的事实。那我们至少要求政府要来针对虾皮的金流做纳管。那我们今天针对金流，针对两个单位提出不同的诉求。首先，第一个是针对立法会的财政委员会；第二个是针对金管会。针对财政委员会，我们要谈什么呢？
在去年6月30号的时候，金管会提出了这个电子支付机构管理条例第5条第2项授权规定事项办法的修正命令，把它送到立法院来备查。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把所谓电子支付机构申请执照这个代理收付实质交易款项一年的日平均余额的上限，由原本的10亿元调升到20亿元。这个调升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说原本我如果电子支付机构这个代理收付实质交易款项的一年日平均余额如果到10亿元，我本来我就必须要来申请电子支付机构执照，接受政府的纳管。今天政府把门槛金额上限给调高，调到20亿元，也就是相对的这个法规就变宽松了。哦，这个非常好理解。但我们现在看一下台湾市场的现况。台湾现在有28家的合法电子支付机构的执照的业者，28家包含我们的各家的银行以及邮局。那在今年1月的时候啊，应该说每个月金管会都会公布每个月电子支付机构统计的各项的数据。我们现在看到最新的资料是今年1月。总共加总的代理收付款项的余额28家、哦、大概52亿元。那余额最大、哦、唯一超过这个新的门槛20亿元的也只有一间一卡通公司，大概28亿元。那其余前三名的大小，我想在下面的表格大家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第一名当一卡通28亿，第二名接口16亿不到20亿元，第三名欧付宝只有3亿元。但是我们今天谈的虾皮支付股份有限公司在2019年的时候，根据金管会的统计公告，就已经高达31亿元。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虾皮当年才被迫要去申请电子支付机构，然后来落空了嘛。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情况非常的荒谬，也就是说，一家无照的公司，他所经手的金流竟然比这些有照的公司还要来多，然后不用接受政府的纳管。然后金管会作为主管机关，竟然在这个情况底下还调高放松代理收付实质交易款项的门槛。那我们认为这个金管会的修法行动完全就是跟奴法要去纳管金流的精神背道而驰，甚至有为虾皮开后门的嫌疑。那这个修正命令啊，法规命令已经在去年11月19号立法院第四会期的第10次会议交付财政委员会。那么扣掉休会的时间，距今大概2个月了。我想，我们今天要呼吁财委会要立即来审查这个行政命令的内容，到底有没有违反无法的精神，到底有没有违反我们对于金融市场、对于金融的想象？那我们也要避免这个时间超过啊，会有这个法律上所谓的视为已经审查，不可以让这个行政命令视为已经审查。那第二点，我们的诉求要来导向金管会。刚才就提到，我们今天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说，虾皮已经是台湾最大的电商了，那我们至少它的金流要来接受台湾法律的监管。那我们回溯一下，去年虾皮支付股份有限公司，刚才已经提到了，它因为2019年代理收付实质交易款项超过我国的当时的法定门槛，所以被迫说要来申请电子支付机构，要来接受政府的纳管。但是在这一来一往当中，我们发现虾皮他没有办法解释清楚他跟中国腾讯的关系。今年在去年开了非常多的记者会，我们去主张从这个虾皮上游公司啊，这个东海集团 C-Limit 的财报当中显示啊，他们跟腾讯的关系非常密切。不止腾讯，里面有个非常高的营运长在 C 集团担任董事，那同时这个担任董事的这个执行长，他的背景就是做游戏的。那我们知道，其实 C 集团它电商对它来说根本就不是主要市场。C 集团靠的其实就是靠的赚钱的产业就是游戏。我们认为虾皮的母公司 C 集团跟腾讯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们要求虾皮应该要主动的来去揭露跟腾讯到底有什么样的合作往来，有没有共享客户的资料，有没有共同开发软体等等。但是这些问题，虾皮皆未回复。所以他没有在时间内通过投审会的政治审查，在去年8月14号的时候被金管会废止电子支付机构许可。那按照法律我们的想象嘛，你被废止了许可，你就不能再做这个第三方支付的这个金流业务，因为你的金流的数字就超过我国的法定门槛啦。但是虾皮变相的，他虾皮支付这间公司 A 公司被废止，他把这个手把金流业务交给他的 B 公司乐购虾皮，它另外一间公司。那对于政府就说，那因为换给了 B 的新的一家公司，他们要来重新统计计算。那对我们来这个对社会来讲，
这件事情宛如就像左手换右手，继续违法营业。因为虾皮、乐购、虾皮、虾皮支付，大家都知道，他们实际上就是同一间公司。如果今天我可以用这样 A 换到 B， 那以后所有的这个电子支付机构或者是这个第三方支付，他们都用同样的方式，不断的去开这样人头公司，然后一直不断的转换。那这个电子支付机构的条例完全就形同虚设。我们对于金融监管这个数字的定力也是已经形同虚设。那在去年11月15号，在这个事件过后啊，监管会曾经发布新闻稿对外说，他们会在今年的第一季来查这一间 B 公司，就是刚才说换手之后的 B 公司，乐购虾皮2021年去年一整年的代理收入交易款项的一年的日平均余额，如果超过新的法定门槛20亿元，就会要求他来申请电子支付机构许可。但这个行为刚刚已经说了，这个就像左手换右手一样，以拖代变。那我们在去年的时候也已经提到，虾皮这个交手金流业务的行为过后啊，金管会竟然去主张说，他们要用一年来作为分母计算。啊，什么叫做用一年来作为分母计算？刚刚提到，乐购虾皮是在8月12号的时候接手金流业务，好，但金管会说要用一年来作为分母计算，他说这是这个法律上写的。但是乐购虾皮从8月12号到12月31号，2021年的这个时间，大概140多天。如果我们的分母是140多天，我们的分子是140多天，我们的分母却是365天，这样除以下去的数字会符合实际的金融的状况吗？对此我们保持了质疑，相当质疑的态度。那无论如何，这个金管会承诺第一季要调查的时间也已经要到了，3月底已经即将来到。我们要求金管会要立即公布这个乐购虾皮2021年他们去年实际代理收付金额的结果到底长什么样子，来向社会大众交代。好，以上是我今天针对财委会还有金管会提出的两大项诉求。那同时我们刚刚提到礼拜五跟他来办一个318运动8周年的晚会，我们邀请当年318运动非常多的团体以及代表人士到场来去跟大家做短讲。那今天我们也有邀请到当年318运动，同时也是这个非常这个在民间一起协助的这个公民团体台湾劳工阵线也到场，我们邀请台湾劳工阵线的秘书长郑永元来我们说明。谢谢主持人啊，我想再过2天就是318公民占领国会运动把福帽打下来的8周年啊。那事实上，在8年前的318以前啊，我跟赖律师啊，其实走遍了台湾啊，跟很多的包括制造业，包括很多的服务业的劳工啊，来说明说到底福帽对大家就业跟整个生活的影响是什么啊。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说，福帽被台湾社会挡下来了，但这股势力还是透过各种漏洞，透过各种法规的不完善，鲸吞蚕食啊，以潜移默化的到台湾的社区里面去啊，这就是当时我们所反对而且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啊。事实上，刚刚前面的几位伙伴都已经讲得很清楚，到底虾皮它的这个公司的本质是什么啊？与其说虾皮公司的这个本质，不如说中国它的企业的本质是什么啊？那作为这一个中资的背景有关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当它掌握了台湾的一些敏感的数字，当它掌握了台湾的敏感的一些譬如说整个消费或者是各自的时候，它为什么做啊？我想，现在俄罗斯在侵略乌克兰啊，普丁已经跟大家示范一个威权体制是怎么在处理他们的资本市场跟他们的这个企业的。习近平早就跟大家示范，共同富裕之下，如果他要求这些企业把他们在台湾掌握的资讯都提供的话，那这不只是一个口袋够深。这个企业像商业逻辑、商业运作、养套杀的逻辑而已，它也是台湾的一个很严重的国安的一个议题啊。所以我想，我今天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要求，其实要求的不多，至少你金管会你必须要，政府你必须要把这样的一个金流啊，尤其是这个虾皮的金流纳管，
有那么难吗？哦，有那么难吗？当然，对于整个事件，对于整个这样的一个发展，我相信这些企业在他们的母国的要求之下，可能会有一些对台湾不利的一个结果。所以不只是哦，我们要求纳管，也要求不只是我们要求这样的一个政府要有所作为。我们也希望说未来在整个企业的这个尽职调查，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滴滴啊的这个部分，应该要有更明确的法制化，在揭露相关的资讯的部分，也应该要有更明确的，包括说他们背后的这个资金来源，他们的股东结构，他们的相关的这个譬如说手法的这个状态，都应该要有更明确的揭露。那顺带讲一下，我相信我们不只是反对这样的一个的尤其是带有红色色彩的这样的一个金流体系，肆无忌惮的在整个台湾社区里面，在我们生活周遭里面流窜。当然，如果是台湾的金流要去投资这个威权体制国家的这个，比如说一窝的这样的一个，我们也不会反对的啊，因为经济永在这些国家里面，经济永远只是。只是服务这些独裁，服务这些威权，服务这些这个体制的工具啊！我再讲一遍，普丁跟习近平已经示范过很多次了。那如果我们还是无所作为的话，就是装死。以上，谢谢。谢谢秘书长。那我想，今天我们记者为了诉求谈得非常清楚，针对虾皮案，我们希望财委会要立即来去审查电子支付机构执法。的法规命令只剩下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希望不要超过这个审查的时间。第二个，针对金管会，我们希望金管会立刻来公布乐购虾皮2021年的代理收付的金流的结果，来向社会大众交代。同时，也应该要求虾皮的金流的业务要来交给合法的电子支付机构来去经营，让虾皮的金流，让虾皮庞大的金流纳管，不可以再出现这种无照的业者。他经手的金流竟然超过有照的合法业者，这种荒谬的情形。最后，在虾皮案的背后，我想我们一直都要向社会大众交代的，不只是虾皮的这个个案，我们要来揭露是背后整体这个结构性的漏洞的问题。今天大律师像前面的时候就谈到，投审会这种官员长期我都有这种深层，即使已经离职，但是彼此可能仍然藕断丝连、紧密相牵的状况。政府单位应该正视这种结构性的官僚的问题，来去积极的应对处理。以上是今天我们记者会的主要内容，谢谢。那请教各位记者媒体朋友，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那我们也再预告一下，我们这个礼拜五的晚上的活动，在台大罗斯福路跟新生南路口有一家虾皮电到店的门市，我们会在这个地方举办大概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的晚会，时间大概6:30开始。那也敬邀各位媒体朋友先进。到场来采访，或者是一起共享盛举这个活动，谢谢。我家五星级的，就一家，那个小巷，对啊，他们那个小巷，对啊，真的是。腰子都是地上的，等于那个便利商店，那种东西，地上标识，对，转账不到一个月，我准备不到一个月。没有，以后那个 Google 地图那个，对 ，Google 地图那个餐厅，然后本来要弄个虾皮店到店的不差，虾皮的此地有虾。但是他这个是没有办法纳管的。对对，但是他应该投保的，他不能进双保会给他们。我先把这个大头本的大头本写好，然后就不能再进了，但是他们不会给他们。要补的要补好，但是他们算法又不是算一整年，算12个月去除以4个半月。但是你12个月，就4个半月的话，那算起来的话，
七点多，这就是低于那个。他们怎么了？去年把它收起来，他就低于平均的，你就让他们跑了，他们就不用对脑票。不谢谢。老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就是关于刚才提到的，是不是就等于是，其实问题并不是出在虾皮本身，而是就是你的诉求是等于是我们的法源的问题，就应该要完全的制度上面。当然，如果虾皮它本身是有既有那个背景的话，那问题虾皮还是有问题。对对对，但是问题是应该说，如果是像这个议题，根本不是说要虾皮的，应该是说就是金管会那边应该是怎么来做的。没错，怎么样？对。例如说，假设我刚刚也讲了，假设我们的国内的这个银行。他去投资，中国的金融啊，那中国金融一定是很松散，而且中国金融它是可以，它在《个人资料保护法》或者在相关法规的框架之下，一定势必也要保护某些威权或某些人才的一些决定。那我们也是反对的，说倒过来，所以我觉得重点在说，虾米他刚刚提到一个特色，就是他在台。台湾所从事的一些金融的，这个是不合法。哎，那这个在基于下，又再加上他整个背景，他可能导致了一些问题，是宣传的条款，所以等于是他这个不合法是因为金管会就是并没有把它纳入，没错，才会导致哦。没错，好好，那我知道了，谢谢，好，谢谢。去认识。但是却没有处理到像工总、商总这种人民团体、工商协进会这种统战机关。因为我是宜萱。那这你好，你好。非常严重的玩漏洞。那这个你好，我是冠中，还没有做新的名片，对，哦、不过也没关系，是不这个身份还是在。哦，还是在 ，OK。对，四条是应该修正。好，但是马上的立刻的问题，我觉得。副院长作为行政院长，他应该是有那个权限要求投审会官员，就是第三方支付。你们既然以前跟范晓栋、跟蔡先生、第三方跟副跟电子支付有区分的，这两个都是服务跟业务的关系。但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服务是特许行业，就必须申请才可以。